2019韩剧女神回归，朴敏英变身最美迷妹，超专业站姐行头很惊人。TVN 新剧《她的私生活》四月将接档触及真心播出。该剧改编自韩国小说《姐姐粉丝》.com。敏英日前抛出绝美高中照，但实际上是饰演能干的美术馆策展人，私底下是爱追星的男团站姐。追的男团成员由 YG 男星郑地元饰演。역시덕질은장비빠르지。最美迷妹的装备看起来超专业的，有没有？덕질이요。男主角金财玉饰演挑剔的美术馆馆长，是网络和生活不一样的双面角色。这也是他第一部主演的韩剧，配上一样高颜值的敏英，主演碗都快被敲破了。2019上半年，韩剧女生们以各种职业接力回归。당신진짜무당이었어내가그얘기하지말라그랬죠그리고나무당아니거든요热播中的傅申丽最真灵妹是短发女神高准熙。选择百搭美女娜娜搭档张基龙主演 OCN 新剧 Kill It， 是警察和杀手间的爱情故事。可爱女神朴宝英将在 TVN 新剧深渊中饰演检察官，大帅哥安孝燮则饰演历代机丑男，从角色设定开始就令人超级好奇的呢。